五根所取的不知爱法，五根所取的外尘，外尘所显出来的境界，五根所取的外尘所显的，这些都是五根的作用，是抓不到看不到的，是它的作用，也就是五根的境界，是外尘所发出来的它自己的作用，也就是它的功德，那也是抓不到看不到的，也是称为境界。所以两个境界与境界才能称为法，没有物质这些所起的境界都是没有物质的，都是始终法，也就都是法。五根的作用是法，外尘的境界也是法，但是应皆有碍。要知道虽然是法，它还是有碍的，有与理不合的时间就产生出来阻碍了，要与理合的时间就不会有阻碍了。在理上面能够顺，能够合，一切合，一切以因缘法所行的时候，这就是没有碍，没有阻碍。假设不以因缘法所行的时候，都有阻碍。你说地，地能生地吗？地不能生地，地还是有因缘所生法才能生出来地。水也是有因缘所生法才能有水，说地水火风都是因缘所生法而生的，但是地水火风上边所有的性，就是坚湿暖动，坚湿暖动这些也是一样的，都是有因缘和合才有的。假设没有地的成分，四大的因起来，那么它就没有坚硬的结果产生出来。所以这个水湿也是一样的，是与理相合的就无碍，与理不合的都是有阻碍的。理是什么呢？理就是因缘法。